Hello， 对，我们第二个报名的朋友很有趣，他上面只有写的电话报名要谈电子琴，请问是哪位？遵办公室报告，那个电话报名要谈那个电子琴的朋友有没有在现场？还没来，还没有来，对，真的、啊？还没有来报道处报道。OK， 还没有来检录，你刚刚去检录处报名了。好，那没事。那我们第三位朋友是 ，OK， 您要